这辈子我都要对你不离不弃。强哥可以呀、啊，嫂子你俩挺恩爱呀、啊。哎呀，他不知道今天抽啥风，平常你嫂子不这样。哎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，莫不是罪恶感驱使他这么说的？你想啥呢？你嫂子是那样人吗？我打电话问问。喂，媳妇儿。喂，老公。你干啥呢？胡思乱想的啊？后面有人追我，他要抢我电话。好了，老公，先不说了，他要加速了。盘点绿油油的搞笑瞬间。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咋来的呢？我来，我不来，坐上了，干啥呢？你俩？不吵不吵，走走走，你回家说。哎，别打架了，别打架了。啥意思？你练多少钱买的？说话，问练多少钱买的？啥问多？谁买的？我媳妇。这身多少钱买的？4000多。谁买的？我媳妇。你他妈摸摸自己良心，自从你媳妇认识我之后，你他妈还缺啥？啊？还缺台车？给你买。啊？哥，你那个，你看我气质适合开N6吗？我他妈给你买N8。感谢哥，感谢嫂子。嫂子，哥，太好了。我老公跟你在一块儿没？没有。那他上哪儿去了？一天没着家。那我找你去。哎。人间的青草地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一上午光盯着我打电话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咱俩都离婚5年了，我孩子都2岁了，你这样会影响我家庭的，知不知道？我怀孕了。滚！你怀孕了管我什么关？你是不是个人呢？在这儿？不是，我想告诉你，当年不孕不育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你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谁啊？我是你儿子同桌的父亲。你有事吗？就是这个家长群里说话不太方便，有一个比较烂套的事儿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？就是前两天我儿子写篇作文，题目叫《我的爸爸》，里边写着我的爸爸每次出差之后，妈妈就带一个叔叔回家，这个叔叔长得比爸爸帅，说话比爸爸温柔，对我比爸爸对我好。遇到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放开来想啊。不是，那个跟我没关系。我儿子说这作文是抄的你儿子的。啊？你老公电话，快点！你老公电话。啊？喂，喂，老公。啊，你搁哪呢？我搁外面呢。啊，你搁外面干谁？你干啥呢？我那啥，我跟我闺蜜吃午饭。你跟你哪个闺蜜啊？我跟我那个。啊？你跟哪个闺蜜吃饭呢？你跟你闺蜜搁哪吃饭呢？那个女人呢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呀、啊？你打死你！走走走，快点！来，床底下没有？床底下没有？大没有？这里也没有？你给我等着！走，快上楼！没练教练，教练今天还行吧？啊，今天先练到这儿吧，然后周三早上8点啊，你再过来，咱俩再练2个小时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教练。那人呢？之前几天没见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看出来呀？我丁欢。哦，第一次看你穿衣服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哎呦！喂，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婆，你在哪呢？啊，我已经到了你面前那台白色的车。你面前白色的那台车，对啊，我借了朋友的车过来接你，带你去兜风。好，上车吧。哎，今天也整蛊你一次哦。等一下，看你尴不尴尬。嗯？看键盘，哟，又换人了？怎么叫又换人了？你别乱说话哦，第一次来哦。不住了，这是高手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怎么了，老婆？我今天遇见一女的，穿了跟我一模一样的衣服，我最讨厌撞衫了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你这有啥呀？前天我还撞老婆了呢。我看见一个男的领了一个女的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幸好你那天出差了，要不然我以为这人是你的。
你别跳。没事，快点说，老公在家。我就问一下你，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有，我们就纯友谊，有，我们就纯友谊啊。等老公不在家，给你打电话。等老公不在家，给你打电话。你听我跟你姐姐结婚，你家跟我要了10万彩礼，省一分都不嫁给我这个穷小子。要不是王哥帮我拿了8万，我拿什么娶你啊？啊？谁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？是王哥。谁给我找的工作？还是王哥。现在咱们情况好了，富裕了，你就开始问问了。我就一会儿没在家呀，王哥来咱家你不招待也就算了，你还王哥娘看你来了。好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跟个臭娘们一般见识。弟弟小嘛，这钱很正常，没事。我一个哥们儿，他女朋友天天在外面瞎搞，还回来。你告诉他呀，这咋说？说了不等于拆散人家。你傻，你暗示不就完了吗？暗示他。暗示啊。啊。来吃点香菜。啊，我不吃香菜。不，我不爱吃。这绿油的，你快吃点吃点。这你别笑。哎，你干啥呢？他谁呀？来来，你别走嘞，别走，干啥兄弟？哎，他谁呀？啊？哎，他谁呀？好说话，好说。你先撒开，你先撒开。iPhone 11，咋的？你撒开。我不知道还有。你这属于瞧不起我，知道吧？啊，不知道啊。他，你有对象，你没跟他说呀？兄弟，撒什么撒呀？你们俩两口子俩人，你他妈就给一个电话呀？啊？那够用吗？我真他妈瞎了眼！我结婚2年，我真看错你了。有这好事你不想着我啊？你陪他2天，你陪他2天，你给我也带一个。嗯。啊，啥？我要黑色的，256的啊！吧啊，行，2天就2天，走。哎，这就走了？这大晚上你俩玩啥去呀？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那个我掐时间了，那个现在是晚上7点啊，完后天那个媳妇儿，我要那个黑色的啊，哥们儿256的啊，我给你买个绿色的，咋的？我给你买个绿色的，没有绿色的吧？你瞎呀？你瞎？你别穿鞋穿他妈夜晚去！我愿意，滚！老公回来了。哎，媳妇儿。哎，我现在楼下看到一个男的啊，那男的穿个月儿。怎么了？我闺蜜发了朋友圈，特别搞笑。发的啥？她说她现在在她情人家里面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她老婆突然回来了，然后她就躲在窗帘后面，太刺激了！我要跟她来点更刺激的。哎，老婆。Hello。太刺激了。来点更刺激的。对着你妈呢，你就说这样的话。我说咋了？我老公出了圈3、4个月不回来一次，我在家焊死呀！我就喜欢，你别看人家长得不好，人家活好劲大啊！这个问我。Oh God, please no！ 宝贝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？除了你还能有谁呀、啊？你说这惊喜回来怎么样？惊不惊喜啊？惊喜惊喜，赶快吃饭吧，我做了饺子。哎，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想你了吗？我来看看你了。啊，你嫂子说你吃了，我们一起吃点。我最喜欢吃饺子了。他怎么知道吃饺子的？啊？我回来了。哦。哎，我靠，怎么有人呢、啊？这里。修空调的。修空调的。嗯嗯嗯。我们家空调不是在这边吗？移到这边来。哦，我说怎么有人来，吓死我了。来，师傅，华子抽根华子来。他不抽烟。华子，他不抽烟的。不抽烟，你也得给人家弄瓶水喝呀。老公，你怎么喝多了？哎，别乱叫啊！谁老公？结婚了，有媳妇儿了，跟我们拉拉扯扯的，让我媳妇儿看了，我媳妇儿。谢谢你准备了我的几分之几。老公啊，您真不错，
哎，秦老爷，你以后别来找我了。我老公是个好人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。哎，下次我去找你啊。我太难了。听说女人的袜子比男人的袜子臭上十倍。啊，亲爱的，你看看，瞅你那大脚给这袜撑这么老大。你说啥？这哪是我袜子呀？我可不穿这么丑的袜子。那我也不穿这么低的，怎么穿呢？嗯？啊，那是我袜子，是我的，真是我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。你许愿吗？我许愿了啊！啊，我许一个，让我媳妇儿一辈子都爱我，一辈子不出轨。一辈子不给我戴绿帽子，马上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老公，你别这么许。哎，别随便吹，别吹了。哎呀妈呀，上哪儿买的啊？找他去啊！楼下的呢？找他，干他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干嘛呢？你昨晚是不是绿的我？没有啊。那昨晚一夜未归，去哪里了你？我在我好朋友阿强家睡的。你居然敢骗我！真的呀？我昨晚就是在那睡的。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啊？渣男，分手！再见我的姑子。这是啥呀？哎，你捡它干嘛？摆个试试。你别打！哎，没事。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个点儿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别笑！你怎么能骗人呢？不是你想的这样，你听我。你有那么好看吗？你剪头发了？啊！我感觉这个发型好熟悉。就你之前经常去的那家理发店，我叫他们店长小王帮我剪的。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哼，就是有点大脚。哦。媳妇儿，嗯，你有没有买两个新裤头呢？我看小伙买两个新裤头可好看了，我这都穿上年了。哎呀，买什么新裤头啊？他那裤头都是白的，一点都不好洗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我头疼，我进屋睡会儿啊。一会儿要是有人找我呢，你就说我不在家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嗯。我老公在家。我是谁呀？啊，我不告诉你了，你说我不在家了吗？那个不是找你的。啊，我合计找我呢。你好，您灿到了，祝牛仔一溃啊。哎，师傅，大热天的喝口水吧。就让我默默地真心为你。你这嘴是不是啊？真的。我就说这嘴过气了。这么惨你啊，美女啊，换对象了？上次不是这个男的啊？那小伙，那刚才逗你玩了，你水没过期，拿喝吧哈。大哥，我没跟你闹，上礼拜这不是你？你怎么打开的？给我吃点那个，太好吃了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你在他家下试试来。不是，人家跟他家他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给我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哎，我是你老公。哎呦我的妈！家邻居，我见过你。
跟个球似的。我想把我家车位卖给你。我家就一个车。我每天看到你家进进出出六七辆呢。咱家啥时候来那么多车呀？我们不买，赶走。你再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上去搂你啊！赶走。谢谢啊，谢谢。